吉他手就疯掉了。好，感谢吉他手帮我作为开场乐。这一场呢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对，我自带一个台阶可以站，因为我觉得直接去踩那个内场好像有点不太好。会被骂，会被骂。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是众神乐团。好，我从右边开始介绍我们的电吉他手之谦，再来是我们吉他手纯佑，主唱一成，然后接下来是我们鼓手中庭，然后再来是小米，然后再来是薛哥贝手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团呢，应该说我们根本就是迷先生 cover 团，因为 cover 过的四首歌呢都是迷先生的歌。有知道迷先生是谁吗？有听过吗？对，他是不知道第几届的最佳乐团奖。好，这首歌是小纯友。然后呢，我想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团的一路走来，虽然也才四首歌而已，但一路走来换过蛮多人的，换过蛮多人的。直接来，对，直接是我们的初代的电吉他手，哎，不是初代的 solo 手了。对，然后薛哥也是我们初代贝斯手，然后小米是我们初代鼓手，可是后来地位被中庭取代了，对。然后志谦取代了子杰，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变的。然后小李，因为这次小李他现在在当兵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上来弹贝斯，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第一个其他的电贝斯手在上回来弹的，然后没有变的只有我跟纯佑这样。这首歌呢，当初是纯佑他一出的时候，他就找我搭这首歌，然后所以我只能先跟学弟说抱歉。对，因为学弟他说他也想做这首歌，但是其实这首歌一出来之后，纯佑就已经找我搭了。然后只是那时候我觉得搭团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的越变越厉害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得出来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最后真的把它做出来，然后。然后大家也都知道，搭团的时候，我每次搭团每一首歌都吵架，每一次搭歌都吵架，然后最后还是把它完成的。对，好，然后这首歌呢，为什么我会现在唱，我会觉得特别有意义，是因为它的歌词呢是在说，就是这个社会世界是非常黑暗、邪恶、现实的，然后。希望大家以后因为我这里除了中庭以外都毕业了。啊，纯佑还没毕业了。但纯佑是跟之前跟小米同届，所以他还没毕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现在面做一个还没毕业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们以后出了社会，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自己最纯真那个你的童心的那个样子，不要忘记你自己是谁，这样，对。然后这首歌需要大家跟我一起唱，所以我现在要来教大家怎么唱这首歌的中间的一段。那我就教两次就好了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然后我先念一下歌词。歌词是在好或坏之前，在黑或白之间，谁敢往前？然后鼓手会。噔噔噔，然后我们就哇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子讲一定听不懂，所以我们直接唱一次。五，在好或坏之间，在黑或白之间，谁敢往前？哇哦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大家一起唱一次好不好？这次结束，我们就要表演就要开始了，所以大家把声音都借给我，好，然后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在好或坏之前，在黑或白之间，谁敢往前？四眼，好，有点小拉扯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那什么时候唱呢？第一段主歌结束就要唱，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次要唱的时候是，我会提醒你们，然后那个哇哦，在副歌结束完也要唱，要不然干脆直接先来一遍，然后等到他们熟了之后，怎么再唱一遍？好，
没有啦。好啦，这首歌时间不长，如果你愿意来前面嗨的话，其实前面更嗨，要不要来？有没有人要来？坐在台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会躺上去，然后你就。好，没有啊，你们要来的快点啊，报名啊。然后如果想要听众神乐团还有下一次 cover 的话，因为每一首好像都是最后一次 cover， 如果还有想听的话，那个我们那个资金有点问题，等一下会账会钱到这个账户里面。这边的这边会账户。一人一块钱救救众神乐团啊，不是？好，都可以吗？那个乐器。不用试了，还要试吗？不用试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把你双手借给我。没有谁会从前之间能再说，我手只需淘汰的小朋友还不懂。还不清楚这算是成熟还是成熟，从什么时候会累就小时候，可能是等我们的能看透都能懂，面对无论会不会逃走还是带走，在好我坏之前在黑我坏之间谁看我见干嘛最棒的一群观众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。